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为您带来的是武林风接待拉斯维加斯第六季的一场男子轻量级的比赛，是一场138磅62.6公斤的比赛。那么红方是来自大东亚搏击俱乐部的威瑞，而蓝方是切尔西凯安达。一般，但他身材挺高，身高是1.80米。从身高来看要比魏瑞要高一些，但是从战绩包括比赛的经验上，肯定是魏瑞要高一点。那么今天啊，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毕刚先生啊，专程来到拉斯维加斯为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啊来进行加油助威。你看，魏瑞这个，魏瑞的前摆前啊是很有杀伤力的，击腹动作很漂亮啊、哦！对方是顶不住了，是岔气了，第一个后直拳。魏瑞在赛前就说：“我今天就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就要 Q 对手。”对，就刚才魏瑞的那个后手直拳击腹，漂第二拳了，又后直拳啊！就再给小喜凯安达进行了强突，这样的话，小喜凯安达就要被扣出2分。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Light TKO in the red corner. Wait.